Hai teman-teman, salam sehat dan bahagia untuk kita semua. Origami adalah seni melipat kertas menjadi berbagai bentuk. Orang ini mampu menghasilkan origami berbagai bentuk makhluk tiga dimensi dengan anatomi yang sangat detail. Mari kita saksikan bersama video berikut. 他被称为折纸天才，他用纸折出的一只螳螂卖了21万元。他拿出5个折纸作品去展览，获得报酬36万元。他用一张纸可以折出想要的任何东西。折纸17年，他将折纸作为自己的事业，为了一个作品37小时不休不眠。他被清华大学邀请讲座，央视邀请他录制综艺节目。他就是折纸天才秦坤。从小就热爱折纸，他说折纸让他感觉到放松。长大后的秦坤更是对折纸充满热爱，一张纸在他手里就可以变换出 很多作品，这些作品不用浇水，不用裁剪，只用折叠就可以变化成任何想要的东西。他对折纸的热情似乎就是与生俱来的。2017年的时候，那年的生肖是鸡，他就用了一张房子那么大的纸，耗时1个多月的时间折了一只大公鸡。如果有人问你会叠纸飞机吗？你肯定说会，但是看到他的纸飞机以后，我们折的那些估计都不能叫飞机，只能叫一个会飞的纸片。为了能够让折出来的动物更加惟妙惟肖，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活灵活现， 秦坤每到一个城市都会跑到动物园去观察动物，而且常常在动物园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动物园关门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做任何事情有了一定的积累，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有一次，秦坤在折纸论坛上结识到了法国的折纸大师，大师看见秦坤的作品，认为他很有折纸的天分，或隔将秦坤收为弟子。通过网络视频将自己的折纸技巧传授给秦坤，秦坤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把时间都用来思考折纸的技巧和方法上。 随着秦坤折纸技艺越来越成熟，他在折纸这个圈子里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参加商业活动和作品展的机会。秦坤发现，依靠折纸也完全可以获得不菲的报酬，同时也让秦坤特别振奋，因为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行家的认可。有一些爱好折纸的商人也会出钱购买秦坤的作品，那个只螳螂就是被一位商人购买的。这一只纸螳螂竟然卖出了21万元的天价。后来在一次展览会上，秦坤展出了5件作品，这些作品 竟然为秦坤带来了36万元的收益。随着秦坤的走红，他也被多家媒体报道，还有很多电视台邀请他去做节目，受邀到清华大学进行讲课，主题是当艺术遇上科学。很多人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会有所保留。但是秦坤确实把整张图纸和折叠过程都跟网友们分享。他觉得艺术是无边际，只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才能有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能让现代折纸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熟知，才是他要发展。 Silahkan teman-teman, komen, subscribe, dan like. Sampai jumpa di postingan yang lain. Terima kasih.